节仁爱市场内包括美华牛肉面、洪家豆花、小恭喜咖啡、多好咖啡店、林家祖传沙茶鱿鱼羹、佳美包子店等11家著名美食小吃，再搭配功夫熊猫4月21日公益特映会电影票所组成的美食电影爱心套券，在今年12月31号前拿套券到这些爱心店家，都可以免费兑换一份公益商品。我们所卖的就是牛肉面，还有我们的面疙瘩，然后就是小菜，然后这次创世基金会找我们做爱心，然后我们就捐出300份的小菜，然后请大家来这边享用。所以当我们收到这个活动的时候，我们蛮开心他邀约我们，那我们马上就答应要加入了这个活动。因为这个美食券电影院电影券就是在推广基隆的东西，那我觉得身为在地30年的店家，我们有义务去共襄盛举。这样，创世基金会基隆分院为了筹措服务植物人的经费，再次推出美食电影套券，原价800元，公益爱心价600元，也有双人套票1200元，三人套票1800元，每预定一组套券，就能够帮助基隆分院内植物人一袋奶粉的经费。希望借由这一次呢，结合我们的仁爱市场的商家，那推我们的这个公益套票，我们的有机美食券的这个部分，那里面的配合的商家多达11家。那这张券呢，除了这张券之外，还有搭配功夫熊猫4的电影票券，那里面11家的这边总共有10家的话都可以兑换，每一家都可以兑换。那我们的套票组有 ABC 3种档，一人套票组的话，就是有一张套票、一张美食券，好，一张电影票的部分。那 B 的部分的话，就是两人同行，可以有2张美食券跟2张电影票，再搭送一罐爆米花。那3人的话，亲子3人同行的话，就是3张美食券、3张电影票，再赠送2罐的爆米花。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受邀助阵响应，呼吁民众发挥爱心，踊跃购买，吃美食、看电影，又能够帮助植物人。这个有非常多层的意义，同时之间是帮助植物人，那也广告我们仁爱市场，行销我们基隆的好，然后也同时带动还可以看电影，所以它是一个一举数得，然后创造非常多元的一个活动模式。虽然这些创世这么用心的经营，所以我想代表基隆市议会来肯定大家的用心以外，我们也应该大家大力来推广，让大家可以走进仁爱市场，看看这个我们仁爱市场是一个一日生活圈，进来这边从剪头发到剪指甲，到买菜，到我们吃每个特色美食，现在是我们基隆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美食的一个中心点哦。那除了行销以外，可以帮助植物人，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购买这个餐券上可以更用心哦。有600块单人，1200块双人，1800块三人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